台湾和平之声，你好。故事对头讲起，陈爱玲，一个专门教小朋友的 violin 老师，唔甘愿做国教的伊，决定一年来将家己戒掉。我的兴趣是蔗禅啊，种田、禅、念经、修行啊。这个客人车司机，我做廖俊明。哦，我要做廖宏博个，啊，都要看只碰瓷啊，讲要过马路，伊就穿成只破布同款啦，啊，踮路安尼爬来爬去。计程车问奖，对唔对啊？生你的时阵哦，已经生三个查甫的，查甫囝都是爸爸亲生爱人啊，你的名甲号做爱人。照你的命盘看起来，你今年会有烂桃花。我烂桃花。我是第一次坐在这个地方喝咖啡。你想象一下，你就坐在这边，然后是那个在喝英式下午茶的法国贵族。哎，我昨天遇到一个男生呢。你叫我开门就好。我小妹把你讲，伊让揣宾馆去，有感人啊！你是爸爸的爱人啊，你相亲也袂顺利哦，还顾爸爸的。你听是好啦，我迄事情过了个，你唔通艰苦啦，阿爸一定会有代志。我刚到囡仔厝，着爸爸，你有在关心吗？我另外呢